同学好，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蛋白质的分类。那今天的教学大纲包括了蛋白质的分类，还要介绍蛋白质变性的特性，还有介绍互补的蛋白质饮食，饮食，还有蛋白质的消化、吸收以及代谢。 那这个四个大部分是我们的教学大纲。那我们教学的目标就是要了解蛋白质的分类，并且要了解蛋白质变性后的特性，而且要了解互补，所谓互补的蛋白质饮食，还有要认识并且了解蛋白质它的消化、吸收，还有它的代谢。 那蛋白质的分类可以分作简单的蛋白质，就是以酸或者是碱，或者是以酵素水解后的蛋白质，只能产生氨基酸或者是它的衍生物质，比如说球蛋白，还有牛奶中的酪蛋白，那我们称为简单的蛋白质。 那蛋白质的分类里面呢，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叫复合蛋白质。那所谓的复合蛋白质，就是由这些单纯的蛋白质与非蛋白质的物质结合形成的。比如说 DNA、RNA，还有糖蛋白、脂蛋白以及粘蛋白等，这些就称为复合性的蛋白。 那另外呢，又有一种叫做衍生蛋白。那衍生蛋白呢，是由单纯的蛋白质或者是复合蛋白质的分解产物。那这包括了分子内的重新组合，但是没有被破坏的生态呢，我们有称为说多生态以及蛋白四或者是蛋白洞。 那这些部分我们就称为衍生蛋白质。那人体中的蛋白质会和其他的分子结合，那这些 pro 我们所简称的 protein，它是泛指着说，包括这些复杂的衍生的蛋白质，以及复合的蛋白质，或者是单纯的蛋白质，全部我们通通称为蛋白质。 包括了像核蛋白、糖蛋白、脂蛋,蛋白、磷蛋白、金属蛋白，还有结缔组织，还有肌凝蛋白、肌动蛋白、球蛋白、荷尔蒙、抗体以及酵素，这些通通称为蛋白质。它是用来维持、执行我们的生命，哈、哦，维持我们的生命啊，还有。 生长、身体的生长以及修复我们的器官组织，维持血液的酸碱平衡，并且提供我们身体氮源与热量的来源。也就是说，蛋白质是用以维持身体的一个正常生理功能。那对于沉淀蛋白质。 它是会造成蛋白质的消化率降低的，因为蛋白质的沉淀作用。也就是说，能够使得蛋白质发生沉淀作用的因素，包括了酸碱、酸碱的试剂啊，还有单磷酸啊、重金属离子啊，比如说汞离子啊、铅离子。那还有其他的，包括咖啡因、吗啡。 中性的盐类，或者是说有机溶酶，还有热，就是加温的热，以及紫外光或者是 X 射线等，都称为破坏蛋白质，会造成蛋白质的变性。那这些因子就会造成蛋白质的消化率降低。 那蛋白质变性作用也就会破坏了蛋白质。那蛋白质的变性破坏了蛋白质的二级或者是三级、四级结构，一般呢是不会影响到它的初级结构，因为变性的蛋白质的特性呢是包括了它的溶解度会降低，它的生物活性会消失。 不能产生结晶，也容易受到蛋白酵素的水解，并且它的蛋白质滴定曲线会改变，所以可滴定的官能基就会增加。那另外呢，所谓的硫硫基团的反应活性也会增加，也就是说，它就会有一些。 氧化作用增加了，那影响了蛋白质的溶解度的因素，就是包括了这个 pH 值，就是它的酸碱度会直接影响到蛋白质的溶解度。那还有盐的浓度，那太高太高的盐浓度就会影响到蛋白质的溶解度，还有溶酶的介电常数。 的变化，那这些就是直接影响到蛋白质的溶解度。那另外就是剧烈的高温，哦，就是温度高于大概一般高于六十度以上，就一定会影响到蛋白质的一个溶解度，也就是会可能造成蛋白质的变性了。 那蛋白质具有缓冲血液的一个酸碱度，也就是说，蛋白质在血浆中会可以有维持血液的渗透压。那蛋白质维持这个水分的平衡，蛋白质不够的时候，会使得这些水分渗出血管，甚至于流入组织的间隙内。 会造成水肿的一个症状。那有些蛋白质还会带有所谓的正负电荷，那这些当做电解质，可蛋白质当做电解质了，就可以维持血液的电解质的平衡。那有些蛋白质是具有缓冲血液的酸碱度的变化，也就是不会让血液中的酸碱。 度变化太大，可以维持血液中的酸碱平衡。那以物理性的一个形状来做分类的话，也就是说，蛋白质如果以物理性的形状分类，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有所谓的纤维状的蛋白质，像由众多的生态链以平衡平行的方式连接成为直线状的。 通常不溶不溶于体液中，而且具有张力以及韧性，就像头发、指甲中的这些角蛋白 （keratin） 好，就是属于所谓的纤维状的蛋白质。那另外，蛋白质有一种叫球蛋白的一个球状的蛋白质，它是由氨基酸之间的键形成环状。 而且能够受到紧密的挤压所形成的球状或者是椭椭圆球状的，那通常可溶于液体中体液中，就像血红蛋白 hemoglobin 啊 hemoglobin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球形蛋白。 那以营养性质来分类的话，就还可以分作所谓的完全蛋白质。那所谓的完全蛋白质是含有足量的必需氨基酸，可以供给组织所需，同时还能够促进正常的生长速度速率。 完全蛋白质就是食物中所含的各种的一个必需氨基酸，比如说牛奶、蛋以及肉，这些都是属于所谓的完全蛋白质，因为它含有三十三 percent 的必需氨基酸与六十六 percent 的非必需氨基酸，可以用以维持健康以及促进生长。 这一类的蛋白质可以从蛋类、奶类、瘦肉类以及黄豆、小麦胚芽以及干酵母粉中所摄取得来。那这样的一个蛋白质，我们就称为完全蛋白、完全蛋白质。好，那接下来我们还要介绍的说是一种部分的完全蛋白质。 也就是说，这种部分的完全蛋白质，它是为生长发育所需，但是它缺乏，缺乏的时候就会造成生命虽然可以维持它，但是却不能足以促进它的生长，也就是仅能用以维持生命的这种叫做部分的完全蛋白质，那。 另外一种叫做不完全蛋白质，在食物中有含有各种的必需氨基酸的量跟值，是属于一种不够的哈。就是说，必须氨基酸的值跟量，可能有些是有缺乏，可能缺乏了一种以上的必需氨基酸，所以呢，它不能供给组织的生长或者是修补。 也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生理机能，也不能维持健康状态。像玉蜀黍的玉米胶原蛋白质以及动物胶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它不能使生命延续。如果单独吃这个玉米，或者是单独吃动物胶的人，他是不能维持生命延延续的。 那比如说谷类跟豆类，分别的来说，谷类跟豆类都各缺乏了某些的必需氨基酸，所以呢，不足以应付各个组织的新陈代谢所需，所以不能维持生命以及身体的健康。那所谓的互补的蛋白质饮食。 所谓的互补的蛋白质饮食，表示饮食中的蛋白质各个食物虽然是属于不完全蛋白质，但是能够互相互补，达到各种必需氨基酸的质与量都是足够的，那我们就称为互补的蛋白质饮食。 另外，又介绍一种叫做限制氨基酸。由于食物中的蛋白质分解合成身体的蛋白质时，可以利用必需氨基酸的最少量，称为限制氨基酸。那食物中的蛋白质与高品质的蛋白质比较的时候， 食物中所含量最低的必需氨基酸，我们称为第一限制氨基酸。那该蛋白质的利用率就会受到限制而降低。就像米米里面缺乏了赖氨酸，那么我们这个赖氨酸呢，就称为第一限制氨基酸。 所以，米的第一限制氨基酸，我们就称为离氨酸。那对于素食者，那就必须善用互补的一个原则。素食者必须要善用互补的的一个原则，比如说食用五谷根茎类，以及就必须要跟豆类互相配合食用。 例如黄豆加入米饭中一起煮，那么就可以提升植物性蛋白质的品质。如果再能利用奶类、蛋类等动物性的蛋白质的食品来做补充蛋白质营养，那么就更好了。蛋白质的消化与吸收，还有它的代谢，那我们。 现在要介绍蛋白质消化吸收与代谢，因为食物中的蛋白质是来自各种动物、植物的食品，都必须要分解成为小分子的氨基酸，才能够我我们人体的消化利用。那消化是指着蛋白质分解作用，由酵素分解，就是。 蛋白酵素使得长条的生态键、生态键释出来，它的构造原料呢，就是会释出氨基酸。也就是说，我们酵素、蛋白酵素作用在蛋白质，使得蛋白质这一长条的生态键呢，就会断裂而产生的小分子的氨基酸。 那我们就称为消化作用，也是蛋白质的一种分解作用。那蛋白质的消化、吸收以及代谢，那在这一部分，为了使酵素能够接近作用、消化作用的各各个部位，或者是构造更紧密的蛋白质的分子。 要先进行所谓的变性，使得生态键能够松散，以便酵素的作用。那酵素呢，就可以进入这个蛋白质分子做一个消化作用。那所以我们在烹调加工的一个加热处理，或者是胃中的一个酸胃酸的作用。 都可以使得蛋白质变性。那熟食或者是生食，像生鱼片，都是可以顺利的进行消化作用。那蛋白质的消化是从胃部开始的，因为蛋白质的消化在胃部呢，就是先经过酵素的作用，使得生态键进行水解。 首先形成较短的生态键，进入了小肠中，受到胰脏的分泌酵素，或者是说它的一个分消化液的作用，再继续分解成为含有两个氨基酸的生态键，或者是有三个氨基酸的三生态，还有一些氮。 氨基蛋白质的一个氨基酸产物，那这些我们称为蛋白质的一个粗略的一个消化。那蛋白质的消化呢，会先经过分解后，酵素分解后产生所谓的双生态、三生态以及氨基酸的分子，都可以被小肠的细胞所吸收。 那小肠的细胞内含有双生态酵素，或者是三生态的酵素，又可以将这个双生态跟三生态完全的分解成为氨基酸小分子，然后呢，就可以运送到微血管，经由肝门肝门静脉达到肝脏，再送到全身利用。 所以，我们这些小分子的氨基酸，经由微血管送到肝，肝门静脉送到肝脏内，再再送到全身，被各个身体组织器官所利用。那蛋白质的吸收消化呢，主要是在小肠的细胞，因为胃蛋白酵素。 开始作用是在特定的位置进行水解反应，生成较短的生态键，然后这些短的生态键进入了小肠腔之后，胰脏就会分泌所谓的胰蛋白酵素，那这些胰磷乳蛋白酵素就会继续的分解大分子的蛋白质，生成小分子的生态键。 或者是多种的生态酵素，将这些生态键分解成为双生态或者是三生态。那氨基酸送入小肠的绒毛的微血管后，是进行蛋白质的吸收与消化。也就是说，蛋白质的吸收与消化是在小肠的细胞将氨基酸双生。 以及三生态直接由小肠细胞吸收，那细胞内的双生酵素、双生态酵素将双生态分解形成氨基酸。那这些三生态酵素将三生态氨双酸,酸三生态的分解成为氨基酸小分子。那这些。 小分子的氨基酸就会送入小肠的绒毛微血管中，进行进入了这个所谓的血管，再进入肝门肝门静脉，送到运送到肝脏，还有身体的内部各个组织去利用，被各个组织器官所利用。那蛋白质呢？ 在口腔中是没有作用的，因为口腔并没有活化的酵素来消化蛋白质，所以口腔没有活化酵素消化作用。口腔仅只是把食物做主角，做主角以后增加了作用消化作用的面积，把食物的大分大。 大体积、大面积呢，把它切细，把它嚼碎，使得作用的面积加大。在进入胃以后呢，分泌所谓的胃蛋白酵素。那胃蛋白酵素呢，它原来是一个胃蛋白酵素原，是一种不活化的一个物质，经过盐酸形成所谓的胃蛋白酵素。 那么可以断裂成芬芳族的一个氨基酸，或者是白氨酸的一个氨基酸的一个生态键。那凝乳酵素呢，是可以把牛奶中的酪蛋白催化成为钙的一个护肝络素。那这个是一个在胃中的一个简单的消化作用。 蛋白质的消化作用。那食糜呢？形食物形成食糜，那进入了胃之后，这些食糜蛋白酵素、酵素原是一个不活化的一个物质。那进入了肠，那肠呢就会分泌所谓的胰蛋白酵素原，它也是一个不活化的物质。 但是经过了长激动酵素作用，就会成为胰蛋白酵素，那它就是可以切断离氨酸或者是精氨酸的一个羧基端的生态键。那十米蛋白酵素原是一种不活化的物质，经过了胰蛋白酵素作用，成为十米蛋白酵素。 可以断裂色氨酸、酪氨酸、苯丙氨酸，它的一个羧基端的一个生态键。那这个是食物进入了肠之后的一个消化作用的一个简单说明。再来，肠内的细胞刷原状，它的细胞肠内的细胞刷原。 刷状圆内含有一种氨基的一个寡，称为寡生态酵素。那这个呢是肠里面呢分泌有所谓的前缩基生态酵素，它也是一个不活化的一个物质，经过胰蛋白酵素作用以后，成为缩基的一个生态酵素，它可以切断。 生态键羧基端的一个最末一个生态键，肠内细胞的一个缩状元，它是含有一个氨基寡生态酵素以及双生态酵素。那么氨基寡生态酵素呢？它是可以锻炼锻炼那个短的生态键氨基端的一个最末一个生态键。 那双生态的酵素呢？它是专门断裂所谓的双生态而形成小分子的氨基酸。那在肠内的细胞质里面呢，含有三生态以及双生态这些酵素。肠内的细胞里面呢，它的一个细胞质含有这些。 双生态以及三生态的一个酵素，通常都是可以断裂这个双生态以及三生态而形成小分子的氨基酸，这是我们常见在肠内细胞质里面的一些酵素。好，那接着我们要介绍梅纳反应，成为因为梅纳反应呢是抵抗。 蛋白质消化的一个作用，因为蛋白质经过加热之后，如果是微加热以后，它的横向键就会形成断裂，因而可以加速消化的进行。但相反的，如果过度的加热，反而可能造成横向的一个生横向键的生成。横向键生成之后， 会使得蛋白质的消化进行会很困难，也就是说，会有一种抵抗蛋白质消化的作用。那这个作用我们称为酶纳反应，或者是核化反应。那也就是说，由于长期的受热而形成糖类跟离氨酸之间的一个横向键的一个生成反应。 称为酶钠反应或者是核化反应，它是会抵消消化的蛋白质的消化作用的。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蛋白质加热处理呢，会破坏抑制胰蛋白酵素，因为酵素呢，它的抑制剂、哦，它有效应，有些食物像。 黄豆以及大豆含有抑制胰蛋白酵素的分子，那么它加经过加热处理，就可以破坏这些抑制物质，而改变呢，改善了蛋白质的消化率。存在于小分子生态上的一个氨基酸，它的吸收速率都要比游离的氨基酸来得快。 氨基酸的吸收是需要靠主动运输，因为游离游离的氨基酸通常只有在小肠小肠的近端比较比较容易被吸收，而生态却是在小肠远端以及近端都可以被吸收。那氨基酸的吸收跟葡萄糖一样。 它是需要靠主动运输，那主动运输呢？只要是所谓的主动运输，它是需要 ATP，或者是在小肠黏膜细胞中需要特别的一个运送蛋白来运送这样子的小分子。那另外呢，也需要。 钠离子的吸收，同时做一个进行的时候，才能够形成所谓的主动运输。所谓的消化系数，蛋白质的消化系数是指着人体吃下去的蛋白质所能消化吸收的百分比。它的计算方法就是消化系数，所谓的 CD 值。 它是吃进去的蛋的摄取量减掉粪便的蛋的量，还有没有吃蛋白质饮食时候粪便的蛋的量，那再除以整个蛋的摄取量，再乘以百分百，那我们称为这个消化系数，哈，C D 值。那一般牛奶跟蛋的消化系数呢，大概就是九十七。 那个植物性的蛋白质大概就是在七十五到八十之间，所以含有比较多的动物性蛋白质，就会有比较好的消化率。那我们在介绍蛋白质的吸收，一般发现呢，就是说有十二个跟细胞膜结合的特殊立体的一个运输系统。 分别可运送十二个组，十二个组的氨基酸，比如说丙氨酸、甘氨酸以及白氨酸、异白氨酸、缬氨酸、丝氨酸以及苏氨酸。那另外就是天冬门酸以及脯氨酸，还有西安天门冬酸，还有西安福氨酸、梨氨酸。 或组氨酸、精氨酸，或是苯丙氨酸、弱氨酸、色氨酸，或是半胱氨酸。那另外还有甲硫氨酸、脯氨酸，有这样十二个、十二个组的氨基酸，它有跟细胞膜结合的一个特殊立体运输系统。那利用这样的一个运输系统，蛋白质就被吸收。 那对于氨基酸的吸收速速率的控制，它的因子就是需要经过消化所释出的氨基酸的总量。第二个就是存在各种氨基酸的分配比例。第三个，黏膜细胞上专门管这个转运转、吸带者的可利用程度。那另外就是。 组织中能够接受氨基酸的速度，也就是像孕妇啊，她对于这个氨基酸的吸收率就特别高，所以呢，氨基酸的速速率就会增加。那细胞内的氨基酸四种的利用途径，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比如说有第一个是合成作用，就是将食物中的 食物中或者是身体中的蛋白质以及氨基酸合成为人体所需要的各种不同的氨基酸、蛋白质。细胞内氨基酸的四种利用利用途中，还要有生成葡萄糖，它可以去作为生成葡萄糖。也就是说，在糖类的供应不足的时候，由于 肝跟肾可利用蛋白质以及氨基酸的分解作用，就会合成葡萄糖来维持血糖的浓度。也就是当你肚子饿的时候，就可能把身体里面的一些蛋白质、氨基酸进行分解，而合成蛋白那个糖类。那分解分解。 蛋白质氨基酸分解以后，合成葡萄糖，那么就可以维持正常的血糖浓度。细胞内的氨基酸四种途径中，又可以有说生成脂肪，也就是当蛋白质以及氨基酸吃得过多的时候，在肝脏中会转换成脂肪，可以运送到脂肪的主。 组织内做储存，也就是会产生体组织细胞内的氨基酸的第四个途径，就是可以工作能量。也就是说，当饮食中糖类的供应缺乏，而且肝糖用尽的时候，可以直接由氨基酸代谢转变成葡萄糖，以维持血糖浓度。 进食或者是饥饿的时候，也有相同的反应，也就是当身体无法获得足够的热量或者是其他营养素的时候，组织的蛋白质会生成氨基酸，氧化以供应细胞所需要的能量。通常每公克的蛋白质会产生四大卡的热量。 氨基酸代谢最后呢，就会形成尿素，由肾脏随着血液排出体外。因为当氨基酸没有被利用，合成为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那么氨基酸的结构，尤其它的氨基，氨基会在经过肝脏中的代谢，形成了所谓的尿素。 尿素必须由肾脏随着尿液排出体外，才不会造成毒性，对于身体是有害的。所以应该多喝白开水来保护我们的肾脏。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例题。那在例题中，我们会介绍蛋白质变性后的特性为何？那蛋白质。 的变性后，就是它的溶解度会降低，消化率也会降低，它的溶解度会降低。然后呢，有些会变成不活性，生理活性会变成不活性。那有些变性以后呢，会有互性的作用。那而且它的是溶解曲线。 会有变化等等，这些都是蛋白质变性的一个特性变化。那例题二，影响蛋白质溶解度的因素，包括了 pH 值，好、哦，就是过高或者是过低的 pH 值，还有温度，哦，加热，急速的变化，好、哦，急剧的加热。 都会使得蛋白质的溶解度变化，然后就是盐度，哈、哦，盐度的浓度过高也会造成蛋白质的溶解度，会影响。那其他呢，还会有一些有机溶酶，好像还有其他像重金属离子也会电解质。 都会使得蛋白质的溶解度影响它的溶蛋白质的溶解度。好，例题三：蛋白质是营养性的，以营养性的分类，我们可以分作所谓的完全蛋白质，还有部分完部分完全蛋白质，还有不是非。 完全蛋白质三种，这三大类的一个营养性的分类。那所谓的不完全的蛋白质，就是蛋白质食物中所含的氨基酸必须氨基酸不够，它的值或量是不够的，所以不能进行所谓的合成体组织被吸收以后没有办法。 进行合成，也就是没有办法促进身体的生长或者是维持生命。那这样子的食物，我们就称为不完全蛋白质。也就是说，这个不完全蛋白质它所含的必需氨基酸是不足够的，那八种必需氨基酸在质跟量是不够的。 那何谓蛋白质的一个互补性、互补的蛋白质饮食呢？就是说，蛋白质的含有蛋白质的饮食，以各个食物来讲，它都是属于不完全的一个食物，但是呢，它的氨基酸各个氨基酸都是不足的，但是它互补之后呢，却可以达成。 必须氨基酸在质与量的部分都能够达成足够的必须氨基酸的质跟量，所以我们就称为互补的蛋白质饮食。好，这是以上我们介绍例题五。那你可以从前面我们上过的课程详细的去阅读，就可以得到答案喽。 好，那在课程最后做个总结与回顾。首先，我们就是要认识并了解蛋白质的分类。我们可以有简单的蛋白质，还有所谓的复合性的蛋白质，再来介绍衍生性的蛋白质这样的分类。但是在营养的观点来看，我们又有其他不种的一。 不同的一个分类，这个不同的分类就是包括我们会把蛋白质的营养，它是属于不完全蛋白质，还是完全蛋白质，还是属于部分完全蛋白质，也是也就是依着人体需要的必需氨基酸的质以量来看蛋白质的一个。 分类，那我们以上的课程就会让你了解这个蛋白质分类的一个介绍。接着我们会认识到蛋白质变性的特性，也就是能够了解蛋白质变性以后它的溶解度会变化，它会依着 pH 的改变，或者是盐浓度的改变，或者是高温度。 或者是溶溶有机溶溶剂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一些碱酸碱因子的变化，都会使得蛋白质做一个变性，那会使得它的溶解度有所变化等等，或者是消化率会降低。那这些在课程里面都有做详细的介绍。那。 第三个部分就是会了解到所谓的互补的蛋白质饮食，在素食者中，我们特别要强调，素食者应该要去认识何谓互补性的蛋白质饮食，因为互补的蛋白质饮食就会使得不同的这个不完全的一个。 蛋白质饮食食物呢，它们互互相可以达成必需氨基酸的值跟量是达到足够的，那就可以促进生长、维持它的生命，那称为互补的蛋白质饮食。最后，我们就会认识并且了解到蛋白质的消化、吸收以及代谢的整个介绍。 因为蛋白质的消化是需要一些酵素，那这酵素呢是存在在胃啊、小肠啊以及小肠的一个细胞质内。那这些细消化酵素呢，进行蛋白质的消化以后呢，就形成小分子的氨基酸。小分子的氨基酸在小肠内被吸收。 吸收以后呢，运送到肝脏，然后在肝脏中进行这个重新的组合、同化作用，或者呃形成合成所谓的体组织，或者是被我们身体合成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把这些小氨基酸分子再重新组合，成为人体所需要的各个,个。 需要的蛋白质分子，或者是其他功能性的一个，呃，比如说酵素啦，或者是其他的蛋白质成分的一个体组织。那最后呢，就会进入所谓的代谢作用。那最后的代谢作用，蛋白质代谢以后，氨基的部分呢，它就会形成所谓在肝脏送到。 送到肾脏，把所谓的尿素形成排泄，好、哦，就以这些氨基就会形成尿素，从尿液中排出。那这个尿素如果不不够完全排出的话，留在我们身体就会成为一个毒素物质啊、哦。所以我们要多喝水，才能够成才能够保护我们的肾脏。 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的课程会介绍蛋白质，我们应该去如何控制它的量，而不要吃的太多，免得增加肾脏的负担，造成肾脏太多的这个氨含氨基的一个分子，最后呢就会造成所谓的痛风啊等不不好的疾病，或者是造成肾脏的一个负荷的一个代谢问题。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的课程。